嗯，真的，感谢这个七十杀手送了半卡，谢谢你，对的。啊！你要骂我，妈的屁！还想我怎么刷野刷这么快？这里我都细着。有人啊！就是要死吗？我操！妈的屁！我操！没有气泡了，缓缓。你他妈怕你妈呀！我操你老了！用饼干可以打。开个电魔烫，他怕什么呀？我真的是吐了呀！随便打嘛。你开眼也能这样子，在这搁这里丢 Q 啊？我是不怕的，兄弟们，怎么说？丝毫不慌，妈的给他抢，这小偷可以。哎呀好烦啊，这个还没抢到，哇他被他崩烂。没发哦，啊，是 B 英雄，说句啥有手就行，兄弟。哎呀，玻璃没用，兄弟，好亏啊 ，F 6也没。哇，这波蛤蟆没有抢到，是真伤，兄弟们。哇，伤到姥姥家去了，我给他打工了，我操！现在我挂机了，你知道吧？啊，西巴，亏三毒也怪，这一波被抢了亏三毒。现在打了一波团战，亏了三毒野怪，蛤蟆 F 六石头人都没了，爆了应该赢了，啊、哦，终于要赢了，真的好不容易呀、啊，妈的，太不容易了，哦，杀！
啊，不是。啊，这种局真的要靠摁实力开呗，兄弟们，这今天实力不够摁呢。这几天我真的跟你们说，我的实力不够摁，家人们，我的没有一颗，没有那种要塞他们的心了，你们知道吗？就心态变了，不能要觉得你爸爸有眼缘，你们知道，我一输就感觉，懂吧？队友玩的不正常，玩的不正常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想法，这很极端，你们知道吧？不能这样子的。你要想这把输了就输了，没关系的，下一把心态好一点，输了就输了，把自己打好就 OK 了。然后就觉得有眼缘，然后自己啊就觉得，哎，也没办法，应该选择多尝试一尝的，要心态好一点，把心态摆好，输也没关系，那我要站着输，不能跪着输，有道理不，家人们？哎，哎，妈你妈呀，小丑！满意了，下把我给开他。哎，一二 W， 哎 ，Q R， 哇呼，哎。哎，很喜欢兄弟们一句话，你那个破逼武器有什么用？安大闹天宫，你说有什么用？这波太细节了，我知道在凯里有惩戒了，他交易的话再跟我们打架，这是细节。绝先锋，这波打完游戏结束了，兄弟。中塔直接掉，扎卡利也无敌了。俺大闹天宫。这路真狠，哇他这路了真狠，拿先锋吧，我不拿小龙，先锋已经丢了，结束了呀，打完这波，往里舞蹈英雄们，我就下路直接弄，我直接弄啊！可以抓这波，进去啊！呜呼！哎，呜呼！无敌呀，盲犬！
这波直接把他们下路塔推了，结束了。然后这波就结束了。啊，终于要赢了，妈的，把这几天分打回来吧。一去得认真打。我先买装备，昨天的分数今天的目标还真是啊，家人还真是，还真是昨天的分数今天的目标。这把赢了，接下来不赢，接下来下把感觉也能赢。这波也去上了，我装备很好，技能提速很快的。那终于要赢。真不容易呀、啊！狙击才是重中之重，对面大概率应该会点。来，阿加好，不接他。说没必要给这边开眼啊，不给他能量，我就这么残忍，说就是这么残忍。装什么呀？哟。把先锋打，哇，这还能变身啊，兄弟！哎，他走了，还有我当时多吃了100块钱。你在装什么？装什么？你在装什么？喜欢玩猫咪是吧？再开一个！你在装什么？